极致炫彩，快出动感，影视 Gamer 宝路 DDR4 内存条震撼上市。对了，一会儿我跟阿海给大家演示一种打法啊，这个游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玩，现在有人玩的这个朋友们正在看这个直播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个打法。这个打法源自奇坎，它叫做挡反啊，这个我觉得以后大家遇到老外的时候是非常有必要的啊。来，阿海，挡反顾名思义就是挡住之后反击。来，阿海从上盘切我一下，这个叫做挡啊，而挡反是挡反就是不防御，用出招的一瞬间去打对方啊，去打对方啊。上盘请看，那武器太快了，我这个武器比较慢，我这个武器换一把。好，我打得起了。好，镰刀，镰刀是不是更快？来打我一下，来，镰刀更慢，来再来，看到没有？再来，看到没有？来再来，别挠了，没血了。那刚才那就是挡反啊，在劈到上盘的时候，我们就主动攻击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哎，走吧。大傻学会了没有？大傻，挡反不会，太专业了。我劈你的一瞬间，你不要，你劈我，大傻，上段劈我，劈，这样是防御对吧？你再劈，劈，我马上回来。这又是什么呀？那是不能超过那条线。我不能超过那条线。放这会不会把一整层全都给压下去呢？试一下。我绝活啊！这个你没搞明白规则吗，猫猫？你可以抄我作业，你可以抄我作业。我知道了。オッケーね、よし、ほら、うん、你干啥？不要，我也干那个。木头石的纤维就没有石头。哎，我怎么不好运啊？哎，杨树那什么了？这是。哎，哦，老白，干什么？没，有一个穿着甲的猴子，没事，我装死了。骗你！我操，这什么人给我打蒙了？不是，这过来一个人给我打蒙了，这数不小，今天在哪升级？
不是你们有人在我附近吗？我让人给打蒙了，我感觉这人不太友善，他拖着我尸体走呢，他把我包着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不敢起来。啊，这自己人啊！就捡点木头，我只想坐个自己的小车，在沙漠上行驶，存点仙人掌，挺好的，过日子。但是咱确实，咱在生存方面就是个水平。啥话呢？咱数？怎么的数？你现在那么说吗？那不这么不自信呢？最近。咱认识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认数啊，老是特别不自信，对自己这个不行啊，状态 feel 感觉，索菲，忘了你当初的宣言了吗？自信，我能活着我就感觉挺开心的。你看看，又这么悲观，又这么悲观，怎么这么悲观呢？现在又这么悲观，叔，又这么悲观，尹老师快辅导一下，算了，我睡觉去，我已经头晕了，叔，回家了，没，我这两天睡都早。困了，我下了啊！你们早点休息。这个翅膀也有那什么。行，睡吧，叔。哎，这不树还在哪儿吗？一，杨叔还没下呢。啊，他树是搁这。树如果下档的话，他车在这儿。哎，不对。哎，你说他下线是不是有保护时间？他车里有东西。这个下线没有保护时间，你要不杨叔，你都垫着槽，我操！你丧尸病房了已经，我操！有水，有水，炉里有仙人掌，有二十八个水，有二十八个水。哎，仙人掌，别打他！你给他救活，给他救活！哎，还能偷车，我操！螃蟹 boss 是啥？啥是螃蟹 boss？ 还有 boss 吗？在哪有？我去，我可以单挑他。哎，不。你他这个上背上一刀一刀砍死就完事了，听说你很牛逼，疼了吧奥卡姆，疼了吧，还剩5000，两三个人的话会死得更快，28死，10的经验吗？哦，我砍一下108级，18的甲壳板，哇，这甲壳板可是好东西，各位，这玩意儿好难出的，这他妈的，我操，200多个，撒！我。Amazing Dancer 跌出世，我滚你！我把包舔了呀！我的装备，我的200个甲壳。这你妈是提前删老子档呗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重新加入服务器，心里一点也不慌，我觉得我还行。不着急，马上加入服务器，捡装备，捡完装备卖甲壳，卖甲壳，卖完甲壳的有。我给你们表演动物之森是怎么刷狼蛛的，怎么样？刷狼蛛一次能赚24万，但是是个技术活。不过我在今天的闲暇之余，可以将此绝活啊传授给大家。首先观察这个岛屿，把岛上的杂草全摘了，保证你的岛上只会刷新狼蛛、甲虫和海蟑螂。哦，你看前面就有一个狼蛛，看到了吗？各位，好的长啊！我看到幽灵，看到大狼蛛了，这不是马里奥里那个幽灵吗？你先等会儿啊，先把这笑破烂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
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好，回家看看。比目鱼的报恩。干什么干什么呀？蓝色是魔彩的。别急，第二只脚大概这个位置吧，这个位置差不多。差不多吧。喂。杰克！欠我一大脸巴子，没全踢，我去！小心点，这个红心飘，红飞飞也小心点。我看看我这波几何结构能不能打成功啊？很难，这个难度很高。就是现在，没打到，还有个喇叭。哎呀，我这波几何结构绝了！蘑菇披萨芝配上芝士的话，味道很足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不吃蘑菇，还是不吃芝士。你这抠吧样，也不能不吃芝士。就是说，想把那蘑菇钱省下来加芝士啊。你他妈说的不吃蘑菇，一份芝士披萨加猪肉粒，再来一份猪肉粒披萨，我操！我长按点赞加关注，口罩戴好做防护，耶！最近呢，有很多小伙伴留言说想玩动物之森，但碍于囊中羞涩，只能打消这个念头。我们呢，作为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节目组啊，决定满足咱们广大主机玩家的需求，抽一位小伙伴送出《动物之森》游戏卡，可折现。只要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键盘，点击菜单栏的《动物之森》即可参与抽奖。我买单，你来玩，冲冲冲！奥利给！ Seven.家里网断了，哎，啊，我在呢，我把摄像头对着我自己，哎呀，你说我要是点个连麦 PK， 我老婆能不能把我杀了？我估计能。啊，就我们家流动红旗，哎，难受呢。这游戏你们看着行吗？找我聊聊天，你们看这游戏感觉还可以吧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借书活动下脖子的16张办卡，你说你拿100抽100，你要是没抽中，你难不难受？我估计不难受，你就是单纯的支持我，你真的挺好的。脖子是个特别好的水友，他在微信群里就经常帮我说话。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，他都觉得我没错。就这样的朋友，我希望我们能相处一辈子。就哪天我要不做直播了，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。就本来我有时候想道歉的，我看到你，我觉得我其实没做错。脖子你真好，有瘦脸吗？我开一个美型。啊，我真实是这样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操！哎，我刚才其实已经开了瘦脸了，我操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操，眼睛大不大？如果说我们开了摄像头放在这个位置，你们觉得合理吗？就是会影响到你们开游戏吗？啊，说关了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啊，我跟你说最近脾气真的不好啊，不要惹我。来网了的话我就给你们开直播去了，好吧，然后我们直播间见，行吧。好。